由新竹营开车经由海线开往台北新竹的522次莒光号列车，今天在21:50抵达台北站，22:24抵达新竹站。本列车沿途停靠冈山、台南、高山、台南、永康、彰化、龙岩、新营、嘉义、民雄、大林、斗南、斗六、鹤水、田中、社头、园林、彰化、大陆、沙鹿、清水、大甲、月子营、龙霄、白沙屯、卧龙、竹南、新竹、竹北、湖口、阳明、中坜。